王牌。好了，每人呢有一个身份啊，就这块板上的这个人物，然后呢互相提问，只能回答是或不是，看谁先猜出来我这个人是谁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看这边人是谁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希望贾玲那个板子这个洞能大一点。哦，正好卡到我的脸。哎呀，太小了。贾玲，你先问吧。男的吗？是。我这个是个胖子吗？是。我这个是个胖子吗 ？No。我这个是一个30多岁的女胖子吗？请粉粉回答。首先，我觉得送你一点分，性别有问题。哦，不是女的。我以为是你呢，我一直按你说的。请好好提问，怎么还聊上了呢？该我了，我可以多问一个，因为我透露给你了。嗯，在我们现场吗？在。哇，那我就好问多了。在现场吗？你这个在跟不在都差不多。那么不重要，不会是王源吧？太对了，没有这个在现场。我这个有我美吗？有。那我也挺美的呗。这是谁？他都会比你美。他是不是男人或者男孩？他是男孩吗？是。是刘嘉玲吗？不是。那男的吗？是。哦，那我就挨个问。我这个是一个组合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我没记错吧？OK， 我这个是我这队里的吗？不是。我这个是一个主持人吗？不是。那不就我吗？主要是咱这场上男的就仨。讲你的猜是谁？你猜猜。是欧阳娜娜吗？是男的。男的。男的。我这是个男的。我刚问你是男的是女的，你说是女的。我啥时候说是女的了？男的吗？是。是。是。是个胖子吗？ No。 在我们现场吗？在。有我美吗？有。是刘嘉玲吗？不是。是我这队里的吗？不是。我一直以为是女的。看看很多时候的做派确实有一些做派，有一些娘是吗？哟，这张也是腾哥吗？我赢了，来派出下一组，宁静姐和嘉玲姐。好，来有请二位。我来看一下嘉玲姐这个啊。有这么好笑吗？这边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们看一下后花絮。我来看一下嘉玲姐这个啊。有这么好笑吗？这边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们看一下
弟弟先开始提问。我是个女的呗？不是。他是男演员吗？嗯，好像是。啊，这还有空间的呢。好像是啊。啊，是。OK。请提问。我刚问的是男的是女的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好难哦。完全找不着北。你俩这个版本貌似有点慢。那他是个老人吗？是。老人？他是拿过很多奖的最佳男主角吗？我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没有哎。没拿过奖？没有。也兴许拿过一些偏门的奖。偏门的奖？他我这是演员吗？不是。哦，一个女演员，一个老的女演员。他是拍电影为主吗？好像没有哎。他是主持人吗？得这边问了。抢问啊。但问到问出来为止。她好漂亮是吗？非常漂亮。哇！她是喜剧演员吗？她蛮喜剧的。你不能，你只能说是还是不是？她不是。我完全大海里面捞针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的那个方向在哪里啊。我这个是三个字儿那个女演员吗？不是。哎，我先打断一下，第一题你是怎么问的？你回忆一下这个答案，不然你就一去不复返了。真的，我跑那么远呢。你回忆一下第一题。我是个女的呗？不是。这是一男的呀。你们对的毛病一样的是吗？贾玲答完了啊，这是。我刚问你是男的是女的，你说是女的。我啥时候说是女的了？我一直以为是女的。俩字儿的男的，是一个老的男的。谁又告？不能给太多提示啊，你自己慢慢回忆。你认得我这个演员吗？认识。合作过吗？家里姐每次问俩。不是每次都问俩，关键那次那边也老实，每次都回答。每次都问两个。我这边也是个男的演员吗？是吗？是。台湾的吗？不是。他是香港演员？不是。他是香港演员？是。提问。哦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这是武打明星吗？是。哦，搞这是成龙吗？不是，请继续提问。我这边是不是三个字啊？是。是不是跟我拍过戏啊？又是两个问题。对俩，说白了。有人知道吗？我还真不知道。这我也不太清楚。很早以前拍过，很早很早以前拍过。啊，马景涛吗？这边的回答是正确的啊。静静，你这个。啊！是武打明星。他是武打明星啊，梁朝伟不是吗？叶问不是吗？那谁知道能这么回答？那马景涛老师也是喜剧演员。这轮最终的成绩，获胜的是沈腾队。